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关联新闻。有报社记者推出500碗美食评鉴，邀请50位各行各业的人士来担任评审，来选出全台441间的特色小吃。其中，斗南医馆经营50档的蒜头面也来入选了。为此，关联馆长张丽生即天是特别来打红榜祝贺。爱食蒜头的乡亲，那是无食过斗南的蒜头面，就可惜了。斗南蒜头面伫在地经营50档，因为小个大碗，常常伫食饭时间就是人潮满满。最近更加是伫蒜铺社业者所推出的500碗美食饼干。我们是第二代的，我们是传承我们公公婆婆他们的嘿，对啊，我们这是在地的食材，都是用最新鲜的，我们的是蒜头，每天都一定要每天送的，面也是每天送的哈。啊，我们猪油是自己炸的，嘿，对啊，我们的这个都，我们食材都是每天要采买的，都是很新鲜的，嘿，啊，真卡人拢是吼，做生意做实在就好啦。这个500碗美食饼干邀请到50位各行各业专家来做评审，选出全台441间的特色美食。其中分店当中有3间来入选，为此分店馆长张丽生今日是特别大红榜来祝贺。啊，这次呢，哈，我们联合报哈所举办的台版的在地的台湾小吃啊，那我们云林县呢有3家哈，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南台的蒜头面哈，以及刀南的蒜头面啦，哈，就有在地味啦，在地的这个蒜头味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邀请很多的乡亲，不止来我们啊斗南圆环吃我们哈这个蒜头面。那同时呢，也可以到我们斗六市啊吃这个阿义牛肉店的这个羊肉卤了哈。那还有就是我们西螺皇家的高赞贵哈，都是在这次500碗当中哈啊获得入选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不只是在地的镇长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议员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顾问，以及我们的里长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立委参选人呢，通通要一起来品尝哈。欢迎观众在乡镇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，欢迎民众若是有来到斗南佚佗，会当来医馆食蒜头面哦。记者陈佩莹采报道。